收看本次的欢乐直播视频，接下来由我们来买了一点零食，来开箱看看吧。来，本次摄影师是由妹妹担当。啊，挺香的。哦，那边是鸡叉的味道。中午和妹妹出去买了点鸡叉回来。看看里边的零食还好吗？有点小，有点小。这是什么？玉米和花生鸦片。这个咱打开来看看啊，给劲的。哎，整，这样就整啊。能看着吧？拿一张。哎呦，这个壳还记得光了色。哎，弄起来。有，把头出来先啊！哎呦，出货率，哎呦，我想着是1200只，感觉不够数的样子。哎呦，跑了！哎呀，我操！还有吗？没了。看看，镜头拉近点。你把手往这放不就行？你别放大，哎，拉近点把手。感觉不够数啊。1200只油嘛，叔叔，瞅着了。